五六月份是肠病毒的好发季节，但是今年因为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大家的防疫工作做得很落实，也让今年的肠病毒的病例减少了许多。但是花莲县卫生局仍然呼吁家长不要掉以轻心，同样要勤洗手，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。一旦发现家中的幼童有病状，就要赶快的就医治疗。每年五月开始是肠病毒的高峰期，不过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大家特别重视防疫工作，相对的也让肠病毒的病例降低许多。那今年由于我们新冠病毒的防疫的成功，那使得我们肠病毒它的防疫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果。今年到上一周为止，那防疫肠病毒门急诊的发生率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还只有1/10哦。所以今年的肠病毒并没有进入所谓的一个高峰危险期。那虽然是如此，但是我们仍然对于肠病毒要做好我们的防疫措施。虽然目前肠病毒没有出现高峰现象，不过卫生局还是提醒家长和学校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同样要落实勤洗手、戴口罩、环境清洁消毒。肠病毒它是病从口入，所以要常洗手哈。那在你饭前、便后，或是你的手要放到嘴巴之前，一定要做好常洗手的动作。所以我们会到我们各个学校和机构，去看我们的洗手设施是否完善。那我们卫生局在上半年也做好了各个学校的这个洗手设备的集合，到目前为止也都合乎标准。那所以这个部分今年在肠病毒疫情上面是趋缓的，所以我相信我们还是要持续做好防疫的动作不但可以防疫新冠病毒，也可以防疫肠病毒。卫生局强调，唯有做好个人卫生自主管理以及遵守相关的防疫措施，大家才能够远离各种传染病的危害。记者会欢迎报道。